那个德云社里边逗哏的来说是谁强谁强，我说不聊，我说捧哏的都问我，你说他问我，你说你是于老师强啊还是孙越老师强啊，哎对，问我这个 那问到这儿了，那于老师跟孙越老师他们俩谁最厉害，问我这个的问题的人啊，我当时就回了他一句，你怎么回的，我说这里边为什么没有郎鹤炎，我天哪，这孙越哎呦好兄弟，是这于谦孙越里边为什么没有郎鹤炎，那我再问你啊，重新问啊，于老师孙越老师和我捧哏谁厉害，于谦、啊是，那这里干嘛非得有我呢，因为我不想让孙越垫底，合着就我是垫底的呗，不是我捧你，德云社来说，哎，你仅次于老师、孙老师、阎王祥、周九良、那个杨九郎、那个王九龙、朱鹤松、高九成，我是个学员吧，老师。等等等等，我就想了解了解，等等等等是谁呀？别着急，老话说呀，你我不想听你这老话耳朵，是不是？一哪有一口吃成一个小黑胖子的？对不对、都得是一点一点的努力，哦，一点一点的发光，自己努力，真的这捧哏演员们，这都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，这就是好话还是坏话呀、不，我那意思就是十年饮冰难哎，对了，老话说台上一分钟、台上几分钟，对不对，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，是你对你都你来多少生多少年了，十多年了，哎，十多年了，为什么不红？为什么不火？你看看，你不是你红吗？你看看我刚才说那些，刚我刚才说那些，哎，为什么人家杨九郎红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对，你看为什么那个周九良红了？为什么阎鹤祥红了？为什么你还不红？为什么 你问半天，人家都说了，人家搭档红了，你呢？你还在跟这儿还二维码呢？你这你什么呀？我马上就要红了。你看大伙这敷衍了事的回答，啊！我不骗您各位，您各位可能还不知道。知道什么呀？因为啊，最近德云社来说的动作还是很多的。最近马上要拍一部电影，不知道您各位知道吗？8月14号。应该在开，马上就开机了。不是，这我们知道，这知道吧？天津那个。哎，对了，因为选址呢？现在刚选址，然后不是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里边德云社内部的需要演员啊，像我这种是德云社需要演员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像我这种啊，像你什么有实要实力有实力要颜值有实力的演员，我跟你说，你是要实力没实力，要颜值没实力。我演技我没实力，你演什么？你什么演技？你自己心里没个数吗？我演的电影你没看过吗？祖宗十九代。祖宗十九代？对，里边的四大名捕。你这个笑都足以让他尴尬一辈子。你看看吧，脚趾头都抠出三室一厅来了。祖宗十九代四大名捕有人名吗？是四是大是名是捕啊？是名捕甲，你看好不容易演个角色还是甲，人祖宗十九代人岳云鹏啊，不看岳云鹏人看个六啊，看你疯了，是我再是客串一下，但是我在里边很出彩，咱就不提演，咱就不提这部剧了，还不提这个，哎，别提了，林子大了。林子大了啊，咱们知道吗？那网剧，网剧，对了，郭麒麟演的那个，对对，你都说出来了，郭麒麟呢？人家不看郭麒麟，人看个六啊，看你疯了，是，哎，第二部能耐大了，哎，没有郭麒麟了啊，没有郭麒麟了，孟鹤堂主演的，对呀、啊，人家看孟鹤堂啊，不看孟鹤堂看个六啊。看你疯了，是来，对，第一部第二部都，第三部有郭麒麟吗？有孟鹤堂吗？没有。有第三部吗？没有。没有，你说个六啊，看你啊，你们是不是疯了、啊、Thank you Thank you
哎呦，我的天哪！你就不会演戏？我不会演戏啊！我真的很会演戏的。但凡给我一个机会，我就歘一下，我就迅速蹿红。怎么了？你这是还歘一下？实力的演员，我真的是，我会演戏。你听我跟你说，我不是跟你搬杠，也不是看不起你。我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咱们现在拍戏要负责任。对啊，知道马上就拍的那个电影吗？啊，虽然我不是演员啊，但是我是演员的统筹。统筹是干啥的？统筹是颠勺的厨师。我就这还会演戏呢，都不知道演员统筹。老大得粗，你就是伙夫。3年前我就给你预言了。3年前就预言了？对。你怎么不预言一言你的右的韧带折了呢？这个。那是意外。啊，什么叫意外啊？我之所以这么说你是给你面子，咱们拍戏要严谨要负责，我是选拔演员的。您是那个戏选拔演员的？废话了。哎呦我的天哪，我没出汗。你早说一下，你看看这怎么，我往哪儿擦呢？这是真的？这怎么？这不是，我就跟你说，你该努力努力，好好说你相声，你别演戏了，你演不了。我怎么演不了？回头你票房咵嚓下去了。你给我一个机会，我演戏非常 ver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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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eautiful。怎么叫 beautiful？ 就是 good， nice， nice。你要亲谁？嗯啊， nice。行行行。我呀，我真没给你开玩笑 啊！说实在的，咱们合作10多年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我这话说，该放水就放水。你要是真能行，咱就去。怎么着？您放心，我肯定行啊！我演技真是观众是认可的。不是。回来，回来，怎么意思？我寻思我送他一个手绢，这是擦过狼和炎的汗的，你看上面。不要了，不要了，上面都有大油。怎么说话呢？这是我那意思，我这顶着给你机会，你不要是不是？这个有你的芳香，有你的汗水。别闻了，待会儿还腻得慌呢啊！你要真这么说啊，我给你一机会啊，是不是？别说当哥哥的不给，漂亮，好不好？谢谢你，哎、你谢谢你，没事没事。哇，好黑呀、啊！给你一机会啊，咱们试一下戏，试戏好不好？你不是说你都行了？我记得我说试戏，潜规则。对对，什么？不是二维码吗？这不是二维码是不是？谁给谁二维码啊？这是给我给就是没有没有啊！你要演得好，咱们到时候再谈报酬劳务。二维码不要了，咱们先说一下，我给你设计场景，设计场景。好，你说设计场景啊，就是这个，在一个后半夜狭长的一个就夜深人静，兄弟你不行就换中医好吧。我是西医刚看，你哪儿的事儿？你中医的炸猛子似的。对，你看，咱赶着夜深人静的时候。我这个时候不需要 BGM 啊。BGM。这是干嘛呢 ？BGM。BGM 都是这个 ，clap clap 恰恰恰。要不说您是老戏骨啊。哎，这个样子我喜欢。一对不要脸。哎，在一个后半夜狭长的一个小胡同里，夜深人静的狭长，兄弟你先听我这边啊。后半夜狭长的小胡同里边有一个下班的妙龄少女，偶遇到了一个喝多了的醉汉。哦，就这么一个场景。然后呢？然后啊，你看相遇了这个喝多了的这个撒撒酒疯，然后这个妙龄少女一看呢就特别的害怕，你要把这个感觉演出来，就演她那种恐惧。对，醉汉那种那个无赖的样子，彪悍的，那就那无赖啊，耍酒疯。对对对，你行吗？你放心啊，我太行了，没有拿捏不了的。我就是奥斯卡欠我一个影帝。我觉得奥斯卡欠你一个扫地。我去那儿车票都不够，我下头你可以爬着去，你可以啊。行，你要真说行，咱就在这儿来一回，好不好、啊？来一回啊，咱就拿这个啊，就当是片场了。行啊，咱布置。我来这个醉汉是吗？看我那演技是吗？你来醉汉啊？哎，行，那你来醉汉，那我就跟你搭个戏，我来妙龄少女。没问题。好好，喝酒来说，我六队有名啊。啊，对对对，刚才这里边的捧哏的高九成，六队酒蒙子。对，是。
我说你怎么跳这醉汉这角了呢？王总喝酒有生活。对了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老话怎么说了？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，阅人无数不如名人指路，名人指路不如咱们喝酒不管不顾。嘿，真行，有生活有体会。喝酒那对走心了，当然那咱来一回，来一回，来一回，咱搬搬桌子，搬桌子，把这胡同布置出来。哦，行行，这是胡同是吧？来来来来。行，也不用太靠后。行啊，就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啊，你醉汉，嗯，你从那边来，那边来，我从这边来。好好好啊。哟，干嘛去？干嘛去？喝点喝点酒，聊聊天。啊？你是个醉汉，怎么跟打了鸡血似的？干嘛去呀？喝点酒，咱们聊聊天啊。就你男性，你阳刚的一面表现出来。我喝阳刚一些，我喝酒之后很俏皮的，喝完酒之后。我不要你俏皮，那你俏皮那妙龄少女怎么演呀？啊，就是演员得有冲突，对不对？哎，这韧带还没好。预备 ，Action！ 哟，美女，咱们。喝点酒去怎么样啊？我不去。那不去就不去。你是筷子卡嗓子了是怎么了？阳刚的男人，阳刚没有让你表演话剧。哦，我真想踢你的屁股，你像发了霉的橙子。这耍宝他能耐着呢，你行不行啊兄弟？不是生活化，生活，生活化，你喝醉了，这大老爷们很简单嘛。啥呀？对对对，我喝醉了，对对对，对不对呀？就想起我一人撂倒七队，我想不想啊呀？就是的呀，你能喝那劲，把那劲儿打出来是吧？对呀。行了，再来吧。Action！ 啥意思、啊、啥意思？怎么意思啊？那些花随便挑挑。你要给我跪拜是吗？我给你跪拜什么呀？我都真的快给你跪了。贺罗，怎么你要演的什么？喝醉不等于喝睡呀，你这都醉死过去了。我一人干倒他们一队，我躺会儿还不行、啊、兄弟你要记住了，你是表演，不是让你喝醉，你明白吗？你这一下呱唧堆地上了，那后边的戏怎么演？哦，冲突怎么演？哦，搞这感觉，对不对呀？喝醉了的感觉，你不能说这样。那你说，就喝醉了是喝醉了，表演是表演。来来，我知道了，喝醉。慢了吧。Action！ 我给你介绍一老中医，扎着针去吧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您这都弹弦子了，您这是喝醉不颤着胃？我这你喝醉没让你喝出后遗症来呀？这是 啊，喝醉酒个了一滴。酒个了一点，酒喝了啊，就喝了一点，酒喝了一点，而且不少。也少个了呢。再来啊 ，Action！哎，你来，你给我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啊？喝多了得吐吧？喝多了要吐？喝多了吐，人直接喝完了就吐了。你看见我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我看什么不是？看着你又刺激，我模样刺激你吐的，那跟喝不喝没关系。不是你长成这样，你说你跟个桃罐子似的你。真的不是你太难了，兄弟，你要这样哥帮不了你了。我这你明白吗？不是，那我再跟你说一遍，表演看的是什么？看的是人的内心的独白。你看我跟你说，是因为我，你看我这状态，我实在是忘了，因为我真的好久不喝了。自从我有一年喝完酒之后啊，去岳云鹏家给他拜年去，我去跟他聊聊天，结果他那徒弟跪地咣咣给我磕头啊，
那时候我也喝点酒了，我就光光给他回磕呀，然后我就把我兜里的那个钱和手机里的钱都给转没了，从此之后我就忌酒了。我不管你，那之后我就再 我明白，就是你不喝了呗，我就不没有那感觉了呗，忘了。但是你得有表演的感觉，你明白吗？不是说我要演一个醉汉我就非得去喝，我就非得去吐，我表演能力强，让我演什么都能演，我演醉汉能演，让我演姑娘我能演，让我演大小子，让我演老太太我都能演，你明白这一点吗？那这样你来醉汉，我来这姑娘行不行？你看他就来姑娘了，不是看演技吗？对呀、啊，演技呀、啊，演技我人家都说我风韵犹存呢。是您这油有空就别存了，啊？行，你风韵犹存那个妙龄少女看。纤纤细指，纤纤细指，这都快跟凤爪似的了。行不行？行，你来这个这小姑娘妙龄少女，好吧？啊，我来这个喝醉的这个，好，来。哎呦，怎么了？不是。什么情况？为什么沉不沉不起来乎？怎么哪啊？西图勒？不是哪个？你演妙龄少女了？我醉汉，你看着我吐了。我这就你乐最开心，我跟你说。好，我不吐，我不吐，我不应该吐，对不对？你吐，对不对？我也不吐，我不是说演醉就得吐，咱俩得有冲突，后边你得有恐惧的那个。哦，我知道了。来，哎呦，我的个乖乖 ！Action！ 以后少喝点。回来！这家伙，这是我媳妇儿，你看没？几点了才回来？一天天活活不干，碗碗不刷，还不擦，就说这喝点马尿回来耍酒疯，能过不能过离。这是你的馋不了瓢杯戏啊！我跟你说啊，你演的是妙龄少女，不是结了婚之后的，不是我媳妇，我还挺像的。你不能这样，你这个温柔一点啊，温柔一点好不好啊？我觉得这样挺行。你这是温柔吗？你这不是彪悍吗？这是两口子呢。Action！ 哎呦，真是的，怎么回事啊？我跟你很熟吗？你不是要温柔一点吗？你谁？大郎，该喝药了。你不要再加戏了，你才是戏精呢！你这个，啊，你看你让温柔点，怎么就这一段两三分钟的小品，你拍成个连续剧啊？温柔一点也不行了，你这太温柔了，你明白吗？你记住，我是醉汉。那你给我个方向。我是醉汉，你哎呦，这还叫方向？你我应该怎么演？你刚下班，黑胡同，月黑风高，不用这么夸张。妙龄少女遇见我这么一喝多了的醉汉，你首先你得是害怕呀。哦，对了，对不对？你害怕又怕，我这马上回家了，这怎么跟狭路相逢遇着这么一个呀？我还错不开。哦，害怕，对吧？我一看上你，哎，这小姑娘挺好看的，我那意思找你喝点酒吧，亲呗，我就往你跟前凑了。你一凑，我一凑完了以后，我呢？你这，我这跟你肯定得这拒绝呀。我说咱喝点酒去，你得拒绝呀。啊。对不对？你一害怕你就拒绝，害怕拒绝，拒绝完了以后呢，我就说，哎呦哥，我这还得肯定往你身上凑，因为我喝多了嘛。啊，然后你就得挣扎。哦，害怕拒绝，哦，挣扎。对，挣扎呀，挣扎完了以后，我大老爷们儿，你这个弱小的女子，你就只能求救。哦，求救，一求救就有人来帮你了。哎，快来救命！快来救命！是吧？对了，哎，你给这几个方向，一下不就明白了吧？内心戏，我知道几个关键词是什么。首先是这个害怕完了拒绝，然后挣扎，然后求救。好嘞，明白了吧？再说一遍，害怕、拒绝、挣扎、求救，来吧，我可都告诉你了啊！行了，人家说这副导演太难了，这是。来，是。美女，一人下班啊！哎呦哈，吓死我了！这怎么了？啊，干嘛？这什么？我还就喜欢这样的，你看，哎，早拒绝，拒绝，走！
赵吉兰，你干什么？这什么？你别劲儿可真大哎！挣扎，走什么？还有！行，求求这车，救救！快来救救这车！你还真行，还行。你跟我走吧，咱去拍戏，坐 CT。别说了。